吗？如果我想要蓝海，还用得着跟你结婚吗？你没有资格知道我想要什么了。你就乖乖当好你的忠心眼。如果再有下次，我绝对不会再来救你。我总算是毕业了，终于回家啦！不过话说，曼曼应该还没有回来过吧？一条信息都没有回我，你到底在干嘛？行，给我等着，看你回来，我不收拾你！轻点儿，轻点儿。